中越人嘛，哈，惺惺相惜。来，从你我们的右手边先看一下 ，Michael 怎么那么俏皮，来跳起来的哦，年轻人。中间看一下下，今天算是帮这个我们的 CEO 先生哈、哦、一场夙愿。他说呢，哦，都没有机会拍到照，今天可以好好的拍拍帅帅美美的照片。左手边两位麻烦看一下下喽。当然呢，这个以专业音乐人角度来看呢，这个林麦可呢，对于这个二科的大红色行李箱，我们的香蕉鱼的 CEO 音乐人林麦可老师送上了大红色行李箱。两位视线，谢谢。对，我们可以平板，然后把那个拉杆拉起来，有一种很轻松可以撸来撸去的感觉，对不对？OK， 对，哎，对啦，这样子比较优雅啦。好哟，谢谢。来左边。好，来左手边看一下下。当然呢，今天这个 Michael 老师的篇幅很多哈、哦，除了这个上台致辞、送上礼物之外呢，等一下他说，听说二科年轻人嘛，总是喜欢品尝一些道地的美。二科呢，吃一口Michael 老师所准备的萝卜粉卤肉饭。看 Michael 老师就知道，他每天都要吃十碗卤肉饭，才吃出这么好的一个身材。不要看我身材这样小。好。哦，哎，二哥，你没有在客气的耶，好大一口，好大一口哦，好来，品尝一下喽。哎，有没有帮我准备纸巾啊？哦，真的，一口吃下，一口吃下，嗯，好像是我熟悉的味道哎，真的哦，因为这种肉燥的感觉，可能那种中国人大家都还蛮常吃这样的东西，嗯，对不对？嗯，应该有香，旁边还会搭配一片腊肠，一个呱呱，一个瓜。有机会大家可以继续把它整碗吃完。好，吃完的饭呢有点口干，我们要来搭配一下。老师，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一碗？这是一种汤，然后呢，因为刚好现在开始，虽然这边还是很热，春天还是很热，但是开始变天之后，喝这个汤还不错。好的，四神汤，来请二哥把这个汤给打开。四神汤。做一个动作。好，来二科聊一下我们这个四神汤，里面就是有薏仁、有猪肠，还有呢四种中药放在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汤喝起来很甘甜，就像刚才麦克老师说的一样，秋天的时候很适合来上一口。好，来定格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四神汤让这个二科来品尝一下，滋补啦，然后呢美白。也可以呢有氧气补气的效果，嗯，汤头很甜哦，我觉得可以营救我耶，太好了，谢谢你喜欢台湾的食物。好，吃完了卤肉饭，喝完了汤，哦，来哦，贴心贴心，喝口水。接下来这一盘呢 ，Michael 老师元气满满啊，吃牛肉补体力，对不对？你喜欢吃牛肉还是你不吃牛肉？其实我吃素。哦。你是素食主义啊？ Okay, 所以这些东西准备啊，我没有吃过。OK， 吃好，那这个二哥吃一下，这是牛肉拼盘。来麦克风。好，来麦克风。好，谢谢。二哥很吃货，这一盘好像看过去有一些什么牛筋啊、牛肉等等的，是一些这个牛肉的拼盘。希望这个二哥呢，在满满很忙碌的宣传行程当中呢，吃了。就能够活力满满，嗯，试试看。哇，你好 ，Hello， 来，二哥后相见欢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浩。是，哇，刚刚这个二哥说，带着音乐去旅行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是谁写的啊？这么厉害？好，这样我会害羞。是我写的。那这首歌。其实是之前我到芬兰，然后他们有一个创作营，然后是在芬兰那边写的。那个感觉其实跟我觉得歌词也写得很好，就是真的有一种因为那时候是去芬兰嘛，然后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写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我那个时候在设定这首歌的方向，就是希望是比较甜美，然后比较可爱。那当这首歌词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它其实在旅行里面不能只有甜美跟可爱，我觉得它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固执，有一点小小的固执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可以唱到这首歌，然后很开心是专辑的
名字这样。对，其实不简单，以新人的声线来说，要能够在这个甜美当中还有一点点固执的感觉，蛮是可造之材的哦，大将之风。而且他后面最后面有一个地方，那是很高音要飙上去的，然后我还特别听了一下，哦有 OK 有冲上去有冲到这样子，哇，所以二哥。这个听到这个歌曲的创作人娃娃给你这样子的赞美，你会觉得哦开心耶，当然有，而且我以前很喜欢就是听你的歌，然后你没有说从小，谢谢，真的，所以也算是一个音乐上面的美梦成真，对不对？希望两位啦，不只是这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有合作的空间，也许不久的将来可以一起合唱一首歌。好不好？对呀、啊，所以娃娃，你喜欢旅行？喜欢。二哥，你也喜欢旅行？对，喜欢。所以今天你来？有，我有准备一个礼物。太好了，来礼物，介绍一下。好，我跟你讲，因为呢，我怎么样？你要讲什么？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喜欢拍照。拍照。嗯，然后我觉得那个拍照有些是 digital 数位的、嗯，但我更喜欢底片拍出来的感觉，它会比较圆润。嗯。那我觉得唱歌也是，就是我觉得声音带着圆润感很重要、嗯、对啊，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这个相机可以送给你，谢谢娃娃送上了这个带到很多地方 Lomo 相机、嗯、而且是装底片的，已经装好了。 OK， 那我们让你们两位先带着这个礼物先拍个照好不好？好、啊、来，那个跟我先一样帮两位保管一下，好 ，OK， 所以呢，娃娃真的是吼，哎，送上，哎，直接拿出来了，两个人，好，我们这先秀一下，先秀一下我们相机跟礼盒，两个人先拍个照，对 ，OK， 相机本身让这个二颗来拿，然后娃拿了这个底片组哈，也希望这两位音乐人，这一次这个音乐上面第一次的合作很新鲜，希望呢，也许有一天两个人呢，哎，可以互相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哪一天两个人就一起去旅行也说不定哦。来，正前方两位看一下下。谢谢。自拍哦，还是两个人互拍？哦，自拍。来，手举高点。对，手举高点。哪点露出来 ？OK。来。不是。他先拍你们这些，然后你们来自拍一下，对。手高点，对。耶、yeah, ，来测一点点。也太可爱了吧！真的给他拍下去哦，回去把这个照片洗出来。右边的。好，来看一下右手边。让二颗拿，他右手这样刚好 ，OK， 对，这样子，好，来，谢谢，可以真的按下快门没有关系。好，那我来按，没关系呢，做做样子就好了，来，耶、yeah, ，谢谢，带着音乐去旅行，带着我们的相机记录下很多很棒的时刻。谢谢，哎，二哥要拍一下大家吗？把这些台湾媒体的不，刚放上来，先把台中嘴脸，那个帅劲哦，把我们的帅劲拍下来哦。回去如果没有把你报道写很大的话，就找他们。好 ，OK， 记录下来。好，谢谢。那二哥要不要对这个娃娃今天这个特地来站台送礼物的再次表达感谢，好不好？来，其实今天我本来是不知道。就是会来到现场、嗯、然后是前两天公司的老师才跟我说他说他会来，我觉得其实很激动，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听你的歌，特别是有一首叫香格里拉、嗯、那你要唱吗？我刚在后台听到你唱速成雷的歌，是我想说那你要不要唱，我想听香格里拉。那个歌我曾经一度是我入睡之前就会听的安曲，所以觉得很温暖，好想听哦。我以为人生去做成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哎，很好哎，好棒哦，天哪，好棒，这个画面一定要回去保存下来，是，好不好？嗯，所以两个人抱一下好了啦，谢谢。对，娃娃祝二哥发片成功哦，祝福你，希望
望你一切都可以非常的顺利，然后可以带着专辑到很多地方去旅行，一直唱歌，然后一直拍照，希望你有很多的好运。谢谢，我们再次感谢台上这两位最棒的歌手，谢谢娃娃，真的很可爱哈、哦，是的呀，他真的。